师傅，有什么办法能快一点吗？现在快不了，你说堵成这样，路况快不了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下车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亲手为你穿上那件婚纱。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，我放弃。嗯，今天的表演时间好像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这年龄可以当你姐了，你跟我耍流氓？演戏嘛，要有始无终。近一点，别动，别动。别动，你妈还没走呢。我妈已经走了。嗯，真的走了。今天到此为止。我可是个好演员啊。又带孩子，你怎么能跟我们金娜在一起呢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我们没有那个时间，也没有那个空间，等着你发达了，成功了。金娜是个好女孩，我配不上她。她肯定是出于一种同情心，她想帮助你们。去给我买回来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全世界都不看好我们。我现在真的真的非常自卑，我觉得你，跟他挺配的，真的。我这么难从家里跑出来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？你在我家楼下待一晚上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你就当我没去过不就好？李尚，是不是喜欢我？当然了。帮我揍他，揍他！
偷偷地看着你孤单的背，焦灼的影子。站好了，像男人一样去战斗。掏空了爱的天，看尽了苦涩滋味，到底是谁给谁安慰？心酸了疲惫，却不曾不回避，好想抱着你，让爱不倒退，汹涌而来的作对，将感动不断包围，每一步为爱紧紧跟随。把婚纱给我买回来，把婚纱给我买回来，不值得。好想抱着你，让爱不倒退，汹涌而来的作对，将感动不断包围，每一步为爱紧紧跟随。能不能爱你到底？能说能带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在咱们俩之间，金娜更喜欢你。要看你今天的表现，应该没机会了。谢谢你。郑重的决定，虽然风雨不停息，选择却早已清醒，无论别人如何盼我们分离，不管明天如何还是要家里应该安个电梯啊。睡得香，所以我衣服呢？洗啊，身上给你换了。你给我换的？不是我给你换的，是我们家孙阿姨给你换的。我就是帮你洗了衣服，而且做了早餐。那我承认，我以前也带过别的女孩回我们家，但我真的不是趁人之危的人，尤其是对你。我手机呢？在抽屉里，我怕自己会偷看，你看你睡得香，就给你关机了。好像没电了吧？充电宝。就把我急的，你看见着他我就对他不客气，急的我这身汗。你看你急的，冷静冷静啊。哎，李少，
你李叔叔和花阿姨来看你来了。李大，李大，快开门！李大，来啊！冷静下来，有什么事儿问清楚，千万不能再闹僵了啊！在案呢。哎，花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金娜丢了。跟你要人来了。金娜怎么会丢呢？跟你出去了这一晚上都没回来。哦，没有，阿姨是这样的，金娜那个昨天有个手术，一定要她去，然后她就去了。那打电话关机，你也不打一个？我是觉得太晚了，怕你们休息了。你放心吧，真没事儿。我是昨天晚上等到后来就睡着了，这一早上一睁眼，我一看还没影啊，我就找你李叔来了。我说这得找你来要人呢。你放心吧，阿姨，金娜没事儿，估计是电话没电了。对对对，真回医院了啊？真回医院了，我送她回去的。这回搞清楚了，那你回去吧。来都来了。啊，对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就是，请。那个，你带路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哎。拖鞋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，有人打扫。哎呀，客厅啊，对，真气派。这边可以吃饭，那边有个小花园。哎呀，没事就好好顾什么的。哎呀，是吧？楼上还有。对，楼上是卧室。是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对，下边厨房吃饭会客，然后楼上就是睡人的地方。挺好，上去看看吧。哎，不，花爷，楼上，不方便呐？没有，不是不方便，怎么会？我就是刚睡醒，你看我这那个还没收拾，特别乱，我不太好。没事儿，都这样，年轻人，金波那更乱。这李叔那楼上搞得可好了，我瞅瞅你这儿。啊，花爷，您慢点，没事，我给您带路。哎呀呀呀，你慢点。快点！这边是卧室，那边有个小凉台，特别乱，上面还有阁楼。那边书房可以看一看，去那边看看。香水味。我懒得香水味，平常特别喜欢健身，也容易出汗，所以。这是什么？洗手间。哎呀，欢迎，那个这洗手间这门呢坏了，所以打不开。坏了就修了。哎，澡盆子真大，洗俩人都没问题。对，这个我是特意在法国他们订的。这玩意儿还法国订啊？啊，质量好，太奢侈了。真的，这，哎，阿姨，那边是书房。对，那边是书房。啊，不用看了，走吧。啊。待了很久了，这看看花花，书房没什么好看的啊。你看你李叔把我说的没什么好看的，意思我什么都没见过呗。不是，那欢迎，要不然我们下楼喝杯茶吧。不用了。还喝吗？可以的。不用了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。他还要收拾房间呢。对啊，对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哎呀，真有点后怕呀！你说我一大早闯进人家，哎，幸好有你在，我这脾气。不过人家李尚这脾气可真好。其实我挺喜欢李尚这孩子的，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劲儿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哎呀，还真有点像啊！真的？像父子，都那么帅。哎呀，你说我那么对人家。
然后李尚还说要给我搞什么生日宴，多好啊这孩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应该换位思考一下，哪个人没年轻过？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瞒着父母做了不少疯狂的事情吗？金娜已经长大了，你不能老是把她当孩子看待，适当的时候给她一点自由的空间，也给自己放个假嘛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控制不住。浩浩，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比现在潇洒多了。不过我相信你还有很多年轻时的心愿还没有完成，还留有遗憾，包括事业和爱情。你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勇敢地去面对，勇敢地去爱一回呢？李岩，我跟你说吧，有些事情啊，过去就永远过去了，没法回头了。我已经认命了，但我偏不信命。哎呀，天挺热的哈、啊，真热。那个把空调开大一点，天真热。多烧点辣的。好嘞。我老婆爱吃。哎，我怎么听说你和老伴离婚了？离婚怎么了？哪条法律规定说离了婚了不能在一桌子吃饭了？这下你就可以放心了吧？一会儿没事啊，你就回家吧。好，哎，好。哎呦，起得够早的呀，啊，赶着早练呢。哦，晨练，晨练是吧？你这怎么绕这儿来了？不是新开了个早点摊吗？给你买了点早点。吃过了，自助。多余。哎。你这什么时候吃早餐呢？啊，早饭中饭一块儿了是吗？你那胃还要不要了？行了，赶紧上楼去吃吧。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胃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胃就是疼死，我忍着。上我就不上去了，我没那么不懂事儿，不打扰你了啊。哎，别，扔了干嘛呀？买了我就拿着。用不着，我自己溜着吃了。哎。这人就这样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又让你们。没事，太谢谢你了。你看一大早上把你打搅的。啊。要不上楼坐会儿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还有些事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那你先忙，然后再约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谢谢。哎，再见。嘿，谢谢啊。喂，老秦呐，行了，别再跟我置气了。这样吧，那个过两天我生日，我让你回来。看情况吧。挂我电话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愿意看你这苦瓜脸呢？别来，我告诉你，来我就不让你进来。来劲了是吧？我，喂，来喝点。谢谢，李叔，今天多亏你帮我解围了。我们是邻居嘛，应该的。说不定，哎，不是说不定，马上就有事儿想请你帮忙呢。什么事儿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办的，一定帮你。过几天就是花姨的生日了。哦。我想给她一点惊喜，但是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你们年轻人点子多，帮我想想该怎么做。这个花姨过生日是该好好筹备一下。还有这个事儿啊，千万要替我保密。哦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我
我连金娜都不说。那太好了，来，过来，坐下来，我跟你慢慢说。这次华姨的生日呢，我是这么打算的。首先呢，那个，怎么了？我有个事儿说不出口。哎呀，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你说。那我就说了。你说。那个，我母亲病了，先手里缺点钱。哎呦，我以为多大事呢，你等着。先给你拿两万，如果要不够的话，你再来拿。太感谢真的。哎呀，那我先去医院了。你歇会儿。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真的，真的太对不起了。我们在一起住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知道。其实我真的不是喜欢你，我就是想拿你来气老金，因为我喜欢他。真的真的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不应该这么对你。娟儿，这我都知道，可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相处，现在我真的是爱上你了。不，别，是真的是什么？不，媳妇儿，我们俩不适合，真的。那个，我心里只有老金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爱你的，你爱她的，好好在一起过日子，真的。可是目前我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。行了，咱不说了啊！你先拿这钱，赶紧给你妈妈看病，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再说，好吗？行，那我先去医院。行，去吧。好。感谢，没事，薛宝，对不起，回头说吧，我先去医院了啊。妈把家里搞得可热闹了，特别逗，那个李尚那个老李全都请来了，一会儿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真说不定了。我心态还是很好的，我觉得我自己还很美，还很年轻。你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我根本就不敢相信你是金娜她妈。以为是姐的是吧？像你妹。你爸我笑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李尚，我只要跟金娜一出去，人家一看我们俩在，都以为是姐俩了。不是她长得大，是我长得太显小。对，以你就是花容月貌、花枝招展、幸福的像花一样的女人，所以取名叫做花之俏嘛，人如其名。哎呀，你还会做这个呢？阿姨，这个就是常做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呢。顾自己嘛，哎呀，手到擒来。你看看这鱼啊、鸡呀、啊，人家都会做。你说你怎么那么全面呢？你俩就知道傻笑。看明白没有？你看看人家李尚，没比你们大几岁吧？人家不仅什么都能干，还事业还做得那么大，还那么好。你说这俩玩意儿，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我就来气了。一天到晚的就在家待着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一提起这家伙就。等，我都想好了，一直没跟你提。啊，你看他俩想干什么，就跟着我干就行了。我自己有4S店啊，还有一个广告公司，还有旅游公司，他们想干什么就干呗，都是自己人。真的？对啊。都没想到呢，你随便找个差事就行。这不是弟弟妹妹吗？多少钱都不重要，就跟着你学点真本事。李哥，要真能跟着你干，我们俩就前途无量了。你能不能稍微矜持一点，一个女人的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那个哥哥啊，你这个心意呢，我肯定收到了啊，非常非常感谢。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想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，是不是？那老李
你怎么，你李叔，你俩不是一个小区吗？怎么没一块来的？我刚想问这茬。他说在关键的时候才能出现。浪漫，这些都是什么？我来，真把他当自己了。来，哎，来了，快来！哇，面，今天很帅。八爷，哎，李叔叔来了。花花，生日快乐！这么大个蛋糕，哎呦，真美啊！你干嘛呀？啊，对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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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情况呀？到哪儿了呀？到了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阿姨。哎呀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没听到吗？啊，我开门啊。蛋糕太大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花花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你不来吗？哎，你看这话说的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就是不叫我自己主动来找上门来。生日快乐啊！今天好热闹啊！哦，对了，花姨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，全球旅行套票。世界很大，我觉得你应该多出去走走。只要你打个电话，不管去哪儿，他们都可以帮你安排。太好了！哎，这礼物好，这礼物好，但是不行，我出不去啊，我家里事儿太多了。再说了，我一句话都不会说，到外边还不让人给我卖了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吧。不行，谢谢你了，真的。不是姨，你受不了。不行，姨真不能受。不是姨，不是你一个人去，你自己去多危险，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？所以我就多准备了一张票。想得真周到。我再送给好给李叔叔。啊，你就陪花姨一块儿去，好好照顾她。一定一定。我准备了那个好多话要跟她说嘛，还有生日礼物。啊，对，礼物好，礼物。花花，其实有句话，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今天人齐了，老金长也在。其实我想说，你别说，你花花，你听我说，花花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，我不能再错过你第二次。我真的我，你要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动！哎，顺儿，你干嘛？老信，你干嘛呀？顺儿，花花，哎，花花，不行，花花，我警告你，二婚有风险，代驾需谨慎，这样就考虑清楚了。你别听他的，花花，不要听他的。听我说，咱们俩是30多年的老夫妻，对吧？前些日子咱们俩才，是吧？虽说，但是咱们一直就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的。不是。藕断丝连，你们都离婚了。爸，停！老李，你听我跟他说。这个老金，咱们什么时候不清不楚、藕断丝连了呀？我跟你白纸黑字写清清楚楚，已经离婚了。你今天来干嘛呀？你不说你不来吗？你不挺有高想吗？你来干什么来呀你啊？你来你是搅和来了是吧？送那么个小蛋糕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你赶紧走！我跟你讲，你把东西给人还人家。我别！哎，你拿人家东西干什么呀？你是当年的你，他不一定是当年的他。哎，走，花花。你冷静点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算老几？你不同意？说什么？我犯啥？我跟他怎么着？我犯啥？我就拿下了，我也怎么着了？我就是不，我。妈，这事我别生气。这对不起，我刚才让他气懵了，真的，我不能收你这个东西，真的。这可不能那么随意，真的就是在这个岁数还有人给我送蛋糕还送戒指，真的我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感动，但是我真的不能收下，真的这个事儿是没这么简单，请你收好。花花，好好，哎呀，你把我都弄出汗来了。我就知道不能勉强。花花，这个戒指是你的，你什么时候要
我什么时候给你？不，丽安，这个戒指你收好，我真的不能收。那没关系，那我这几天呢要回加拿大处理一些事情，等我回来你再给我答复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李叔叔您慢走啊。李叔叔拜拜。哎，再见。很好啊，李叔叔。那我送李叔叔回去。我就知道我们家花花不会留你们两位在这儿吃饭的。哎，电梯给你们叫好了，请吧。哎，你把我家围裙拿下。哦，哎，叔叔。哎，好，哎，谢谢你们二位的生日礼物啊，谢谢。慢走，不送了。金叔叔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越想越觉得今天的事情不太对劲啊！我爸啊，那我跟他里应外合策划了这么久的一个大事件，就想趁着我妈过生日，让我爸在我妈面前有所突破，能够回到这个家里一家团圆。可是你发现我妈对我爸那样子啊，非但没有好声好气，还直接就把赶出门了。哎，这都是小事啊，以后来日方长还有机会。但是老李给我妈准备了蛋糕，准备了玫瑰花，还准备了一个戒指要求婚。那你说我妈要是一激动，那个脑子一热短路了，那个答应了怎么办？我不是要多了一个后爸，那我亲爸呢？我亲爸的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呀？我觉得老李挺好的。你是不是瞎啊？你才瞎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吧，老李比起你爸可能更适合你妈。首先呢，他在国外待过，对吧？对。有文化，有修养。长得还帅，气质好，这个 level 就不太一样啊。再说了，他对咱妈多好啊，蛋糕、戒指、鲜花，你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我。最重点的是，他有钱。他们万一在一块儿了，你砰的一声变富二代了，就谁叫富二代呀？朱莉亚，嗯，我觉得你变了，真的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啊。我为什么要求你？我为什么喜欢你？我就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可是现在你呢？你怎么就变得这么个无知的人？我哪？你是不是跟李莎学的？啊，肯定就是你们这帮人啊！你真的干嘛？哦，以后要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是不是把我也甩了呀？你找个有钱人跟他跑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喜欢我爸这样的。我爸单纯，我爸直接，我爸对我妈是真心的。你看着我干嘛？别看着我，我现在不想看你，你躺上睡觉。什么都别说啊，跑下，赶紧的。切，睡就睡。宝金呐，金鸡哈。你没睡吧？你给我开一下门呗。
有什么事儿明天白天再说吧。你现在已经是人家的未婚妻了，这深更半夜的啊，孤男寡女，再加上我又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前科，别连累了你。你别闹别闹，你看你开门，真的我有话跟你说。老金快点儿，我已经睡了，走吧。你睡什么呀，你开着灯呢，我都看见了。那个你开门，走走。你听见没有，你开不开？嗯这谁呀，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。哎呦，得给你开门吧。你说一个前妻大晚上敲人家的门，不合适吧。苏文娟，这我可不想跟你吵架啊，要没事的话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好吗。什么叫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那我也想干嘛干嘛呀。哎，吃闭门羹了吧，心里不舒服了吧。啊，太没意思了，太没有素质。我跟你说话素质了，我什么素质，我别吵别吵，大晚上不是你谁呀。哎，你这这花花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是苏文娟的男朋友，我叫王学文。哎，对，哎，我上次跟你提过呀，王学文，男朋友。你我刚才敲门，你干嘛呢？嗨，我这倒是也没看，哎，蚊子，嗨，快点快点，回去回去，歇会儿歇会儿。真能演演，哎，再见啊！哎呀，演恩爱，哎呦，太会演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两口子要不当演员都白费了。行，咱回家吧，咱回家啊。演给谁？对，别生气了，回家。谢谢你啊，帮我解围。再怎么说也三十年夫妻啊，你也不会看着我让人那么奚落。你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干嘛来了吧？咱能不这态度吗？你说大晚上我跑过来，这一片诚心你总看得见吧？晚上怎么也睡不着，刚一睡着吧，就做噩梦了。哎呀，梦到那情景可吓人了，所以吧就怕你难受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哼，当着那么多人答应人家跟姓李的求婚了，你现在来就是给我伤口上撒盐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他求婚了？别瞎说行吗？是，人家老李对我是特别的好，但是我自己确实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到答应谁这一步，因为我心里还总觉得怕你受刺激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当然了，也许你根本就没受刺激，根本就无所谓，是吧？还希望你赶紧嫁了，是吧？你就一身轻了呢，这也许就是你的想法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你要嫁你就嫁，我一个人过啊。你别给我操心了，我真没现在就要嫁，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？啊，金波、娜娜他们这个不弄明白这些事儿，我不可能迈出这一步，是吧？我没有那么自私，我倒是想劝你呢。那孙文娟要不行的话，你就再找别人嘛，是吧？现在男人都很值钱，加上你又是那么成熟型的，那踏实型的。有专一。行，你想说这个是吧？你别管我了。不，我是说你也别管我了。你该迈出这步，你也迈。我往哪儿迈啊？我，你这找那姓李的去，你嫁他吧。你现在嫁他才好呢。你再去。不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我可不，将我还是激我呀？哎，我大半夜的过来了，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？啊？几点了这是？几点了都？不早了，我一太晚了，有事还赶我走？不是，走吧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金志扬，你太伤我了，真的特别伤我。行，大半夜的，反正我就自己，哎呀，不走回去。老姓李的不在，我送你，走。行。太晚了，要不你别送了，早点休息。你不用客气，你就只当打了个的吧。行。